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16届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争霸赛的半决赛。好，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王浩洋老师。王老师好。杨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那今天呢是半决赛，进入到四强的棋手分别是杨凯文和李倾城啊，还有两位是芈玉婷啊和童梦成。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的比赛画面，啊，这次四强比赛是在无锡进行的，看起来这个画面像是在图书馆的样子，可能不是像，可能就就是是吧，图书馆，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啊，这位是杨凯文，是吗？对，微服房开杯的比赛的赛制是用时是每方1个小时，一次一分，应该是一次1分钟5秒吧？这个是不是王老师？这个应该在围棋比赛当中，这样的赛制已经算是快棋赛。对，在就是大赛的情况下，这样的赛制应该是比较快已经比较快了的。当然，就是在训练棋当中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形式。哈。哦。一般训练棋的话，都是1个小时1分钟1次。就每方1个小时对。的棋啊。这我们一会儿第一盘棋讲的是芈玉婷和童梦成，哎，就是这盘棋。印象中他们两位在年底的一个比赛是大棋士赛，好像应对，该进没入错，到了几强啊？四强还是应该是八四强强的吧？时四候，强八强八强的时候遇到，对，相遇，有这个印象。好，那我们进入棋局啊。我们第一盘棋讲的是芈玉婷对阵童梦成，芈玉婷是黑棋，童梦成是黑棋，童梦成是童梦，黑棋嗯，啊，对，童梦成是黑棋。上一次的话是在大棋士赛，应该是八强赛。等他俩遇到，对。上次的话，其实如果看了节目的棋友肯定还也是比较清楚。我也介绍了一下童梦成当时的一个风格，就是酷爱实地啊，对，应该也是讲解了那盘棋，应该是也是酷爱实地的啊。现在呢，这盘棋童梦成还是以这个搓小目开局，上一盘棋就是同样的开局，是我记吗？得就是搓小目。对，我记得就是搓小目，然后白棋是那盘棋，白棋是不是是高挂的吗？哦，不对，童梦成上次是跟这个谁下的？是跟这个龚子豪，是个公司对对，不是芈玉婷，啊。弄错了但是确实他也是跟这个搓小目开的局，对，对，反正他们两位棋手在大棋士赛，这个就是八强还是四强？都进了八强都进了八都强进是入了八吧？强，印对，象非常深，成绩也很好。对，挂角黑的小飞，然后白棋是拆，这上一次呢，就是龚子豪呢是选择了高挂，那今天芈玉婷选择低挂，就是这个都差不多对于现在来说的话都差不多就是正常情况下低挂的话，相对来说多一点当然在黑棋这样的一个搓小目的一个开局的时候，高挂其实也是比较简明的一个下法这个就因人而异，自己棋友们的话自己就根据喜好下就可以了。那对于黑方来说，黑方都是以角部的实地为选择的主如要果的一个挂选的择，话，是那吧？黑棋肯定是只有高拖，挂就是拖，对，高挂肯定是只有拖，粘就跳，对，这个开局特熟悉，哎，这个很多盘都下对出来了，就是在平常的话，这样下可能会觉得实际上稍微有点损，就是现在下的还是少了，当然现在因为白棋拆完以后，限制住黑棋的这个一个发展也是可以接受吧，那白棋如果选择低挂，黑棋更多的就是小飞手。对，就是小飞小尖，然后加这个这样的话变化就比较多一些，就是可能喜欢，比如说这个作战或者是局面相对更复杂一些的棋手的话，可能会选择夹击，就是这些夹怎么夹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不过但是这样夹的话，肯定局面来说就会更相对复杂一些。那么对于童梦成他来说呢，他肯定是更希望局面简单化，这是他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我们看棋的时候，就
棋手他每次下的为什么不一样、嗯、就是每个棋手他的风格不同。是他选择也就不同、啊、对他选择也就不同了。嗯。就是怎么走都行，就是啊，棋友们反正也不要就完全学，就你想作战，其实你直接加工过来作战啊，也是可以下的。是，嗯。然后黑棋挂角，挂角，白棋一间低价。这个都是套路了。嗯、这个一间低价也是套路。这个反正我觉得挂角还是少见，就少见的、嗯、啊，我见的还是少。多的是更多是直接就点三三，或者这边点三三了、嗯、啊，就是当然挂的话也都差不多。有的时候他们互相因为确实已经比较了解，就是说不管是童梦成、李婷，就是他们在就是各种比赛中啊、嗯、肯定是相遇过很多回。嗯，对对，彼此也是他俩还是队友，维甲的这江苏队的队友、哦、就是说肯定互相是非常的熟悉的。是啊，他有的时候吧，他这个下棋他太熟悉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嗯，那么他就说他肯定得下一些稍微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少见一点的棋、嗯、那么啊让对手就是稍微没那么熟悉自己嘛、嗯、就针锋相对调整一下作战的这个策略、啊、是吧？对，啊啊，一间低加、嗯。关于这个一间低加啊，王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嗯嗯。啊，因为原来对这个一间低加的理解呢，更多的选择的场合是要么这比如说白子这边是白角，然后这个夹击呢、嗯，一方面是夹击对方，一方面也是兼顾自己拆边或是围控。嗯。或者是说呢，这黑棋。这边比如说很大，那这个一间低加起到一个一方面夹击他，一方面限制对方能连片的一个作用。嗯，但是我看现在的这个一间低加很多时候就是下的比之前会更加的灵活，就不一定是那两种局面、嗯、啊，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下。你比如这个时候其实黑棋这边也不是很大感觉、嗯、然后也可以下一间低加。对、啊、现在就是说下一间低加的话确实的确相对来说你看说这个灵活啊是非常准确、嗯、就是他这个子啊、嗯、虽然说他是加你但他随时准备弃掉。这个子弃掉。对对对。哦、不要了。就是说他现在呢他这个棋的思路啊确实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嗯、让我们棋手更加的开阔了很多。啊像现在这种棋加一个大部分情况下黑棋都脱线。就是加完以后这个地方就脱先了就不走 了, 不走了、哦、对。如果点三三就亏了。就是这个棋，就是、啊，如果点三三的话呢，这个就亏了，黑棋就亏了，黑棋就亏了，黑棋就亏了，哎，所以这是不是跟之前的理解有一定的出入？有比较大的出入。我记得之前说点完三三的话，啊、这个实地呀、啊，嗯、啊，还挺丰厚的，就是这个棋步挺满意的，嗯，这爬回来，对，现在进士都是爬的、嗯、啊，原来都是粘的、嗯，现在这都改进了、嗯、啊，爬一个，啊，下成这样黑棋亏了啊，下成这样、嗯，黑棋亏了，嗯。为什么亏了这个棋呢？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是不听王老师说，我是觉得这黑棋还挺好，实地又大。局部的话，黑棋是有点不满意的。哦，不满意。啊、就是我给你手割一下，你可能就知道了。嗯，这个棋直接点三三，你见过吧，杨总？啊、这个，见过。这个点过对吧？很流行。点完爬呗。啊、点完爬，白的长啊。那这个飞啊飞啊、哦、飞，这个见过，嗯，是吧？这非常非常的常见了，嗯、对吧？嗯啊，那么接下来啊，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棋形，白棋呢我脱先了，就我脱先了，对吧？那么在这上面来说，黑棋接下来走的话，肯定是得去加工白棋吧？正常来说，嗯，嗯然后你现在你不加工我啊，走一个二路搬粘，二路搬粘，你选择搬粘收控，那这步棋。不像好棋、这个对吧？这个有一定的水平棋，我肯定也看出来。这个搬粘，你不攻我，你就在那搬粘一个，那你肯定不太好、嗯，对吧？那么如果说我虎一个，这样的话，你这个局部肯定是亏了，对吧？你这个搬粘和虎交换肯定亏了。但我没虎，我走的这个啊，这个的话和虎呢，相对来说可能虎一个会更厚实一点。这个呢，将来有更有加的手段，但是关键是你这期你没加，你直接点了一个。然后我一爬，那么这个局部你就又没棋了。嗯，那我走在这儿好像跟火还不见得，这个可能还效率高一点。是因为这颗子也动不出来，也不怎么好动。对，也没有动的价值。啊、对、啊嗯、那么就是说我就算这个和虎差不多，啊，甚至可能比虎还好一点，那么就等于你搬粘了一个这个局部。嗯，不就等于你本来点三三下成这样，咱俩差不多。是。然后你搬粘一个、嗯，你不是亏了吗？嗯，
王老师用这样首歌的方式摆完、就是推演完之后啊、还真是。对吧，你是不是亏了吧，就这么看真是亏了。对吧、你就可能这样感觉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哎，你感觉这样的话大家下的时候肯定下得很多。是。对吧，但是你下成这样以后，哎，你好像也差不多。就是感觉这样下是不是也都差不多呀，其实啊、黑棋局部来说呀还是稍稍亏了一点。这个地方。对。啊，毕竟你搬砖这么早搬砖和我这个交换。是。王老师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个思路也是高手经常在判断一个局部谁好的时候用了一种首歌的方式。对对对。就当我们无法判断这个棋谁好，就用这种倒叙的方式。对。啊、就这样的道理把它重新摆一遍。对。这个、这么摆完是感觉是这样的。啊，这就像我们叫首歌，就是说我们经常。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电脑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以后，就是我们不能跟电脑对话呀，那么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来理解电脑为什么这样想，就是它点完以后，一般来说胜率上的话，黑棋就是这个跳和这个飞棋差不多，就是总会要低一点，点完以后它的胜率总会要弱一点。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弱啊，这原来都是我们的定式啊，这个为什么弱啊，对，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反复的这个推敲啊，就是说、用咱们的可以理解的经验、是吧，来推演。对，如果就是按这个我们人类能理解的范围去推演一下。理解了理解了。所以说呢，它这个棋当一间加的时候点三三的话，现在的确是比较少见了。当然这个跟配合有关系。如果说白棋这里特别好的一个发展，黑棋从这点过来，其实黑棋也是可以下的。就大家不要觉得这点三三，这个王老师是说亏了。对，不走了，都不走了。我再也不点了，这个也不行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局面来选择。正常来说他现在。那这个跳起来的最传统的那个定式可行吗？他现在他不跟你传统了，关键是白棋。不传统。你现在跳这个呀，人家现在走的是这个白棋。大一路。就不走跳了、走到这儿。走到这儿。走到这儿什么意思呢？就看着挺吓人的。挺吓人的。就是说如果你再过来呢，就走什么反正我都不理你了。你就走这儿我也不理你了，这个棋白的。我就脱先了。其实白棋啊，新一间家很多的时候都是想争先手的一个意图。所以刚刚王老师也有说过，其实这颗子是可以去的，可弃可取，是吧？是，它不大。你将来你再吃掉我，盯一个。对，我这边再盯一下就这个子的效率比较高。对，我这样的这个子的效率就会比这儿或者甚至这儿的话，明显是要高一些。那么盯完以后，这里还有拖，你要再花一手棋的话，黑棋这里吃的话就比较慢了。就是白棋的意图，现在你挂角，其实我白棋第一感是脱先，就是手脚。就现在 AI 给我们为什么进步啊，就是觉得现在其思路和理解更加灵活了，比以前没有那么相对的那种生硬了。他所以是我看到这部卦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可能是脱先，就不是硬它啊，结果走这儿的时候，那第一感黑棋自然也是脱先。如果说黑棋还是跟走的话，有可能白棋就便宜了。因为直接脱先的话，可能会黑棋会点角或者是双飞燕过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个就是黑棋跳白棋跳黑棋飞照的那个传统定式已经下不出来了。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但是在小朋友们的下棋的时候还经常是能看到。是的。但是最喜欢下的就这个。没错。当然就是现在的话确实这样下不出来了。下少了。下不出来。就是可能黑棋人家还是走这个了。那白棋就这个子就不是放这儿。对，你要弃子的时候，那你这个那就是你可能不是放这儿。那你可能不弃子的话，就你可能需要就是作战出来。但是如果黑棋一旦人家选择了跳了家，他最不怕的就是你作战。如果他怕你作战，他不会这样下的。对吧，这是一个逻辑。那么如果你作战出来就不对不好。那要不作战，那这个子就不如轻一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白棋是选择跳还是大跳，跟他后续的变化有很深的联系，是吧？看他是不是要作战。反正正常来说他选择不了这个了。因为如果黑棋一旦跳出来，那你可能面临的你就是需要更灵活的去追求速度，然后弃掉这个子。对，因为黑棋跳出来，如果你想作战的话，那他不会跳的，他如果不敢跟你作战。对，从逻辑上说不通。说不通。是。所以说这个下法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定式现在
恐怕是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就黑棋要走也是逼住的，是吗？就是这边有子的时候，对啊，那边是黑角的时候，就是他跳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要逼住的啊。就是飞照的这个不好，就是基本上被淘汰了，被淘汰了，被淘汰了，他已经被淘汰了，就是不是很好，至少是因为其实人工智能它，你说它是机器也好，但它还是，我觉得它还是喜欢实地的。就这样，将来有可能白棋爬出去之后，实地黑棋很空，对吧？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不光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电视机前的爱好者可能也喜欢下这个一间地价。我觉得对于星位定制这个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现在一间地价大致的话，黑棋都会脱线，都会脱线。那实战黑棋是脱先的，在点三三，点这个角，然后白棋是挡这头，黑棋爬。对，这就刚才是那个形成了我们刚才首歌的那个图然后白棋逼住，这是绝好点也是绝好点，就是白棋挡完这个，那下一手一定是走这儿。如果不走的话呢，被黑棋这样过来的话，那么这样他又夹着你是吧？他又拆边，这效率太高了但是如果他不想，你不想逼住黑棋，那你不如挡在这边所以说挡在这边，下一手一定是逼过的。黑棋直接夹，对，直接夹，这个跳都不跳，对啊，直接夹。就是、跳的话，它让你清了就是我直接夹你一个。这样白棋这颗子，我看更难处理。我看你怎么动，就是他的意思意图啊，他是我看你怎么动。如果你靠呢，这个棋争自有利，白黑棋挖呢，他这个你只能打上面一退，对吧？打上面。你只能打上面。打在这儿，我粘上，让你退，然后你把脚给你，把脚给你活了。对，下成这个图呢，就是好像局部来说是黑棋比较满意的一个图。黑棋接一个活，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看来，就是你这个白棋外边这个呀，它不是很厚。两个断点，对，外面还有一个，印象中手筋是加一个，加一个让白特别难过。他这种先捞之后再去威胁你后势的这种棋风会让你非常的难受。所以在这样的定型来说，现在在看他看来基本上白棋是不太好的。来说不太好的。那么就是说不能压，你不能压的话，那你局部你不能压，你不能自己跳一个对吧那你可能差不多你是自己无论是这边怎么守一个都行。那么白棋黑棋的话，他在考虑我要不要跳我要再跳也是一样，那我还可以考虑我不跳我可以脱先。说起这个王老师，说起这个跟征子有关系。对，跟征子有关系。我刚刚就在想想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棋黑棋脱先的选择是不是也是跟征子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不加脱先的话，跟征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那白棋直接靠住，你靠住我还是脱先，就脱先。然后你比如说你虎住这个棋，在原来我们看就是白棋感觉特别润，特别舒服，是吧？吃的大啊，对，就是感觉又很厚，实力又很多。但是后来就是被这点我见过，这点然后点这个搬，再搬一下，对，然后这将来再搬你一下，对，然后你打，然后你提掉就下成这样以后这个棋本来你看着很舒服，但是可能很多棋友觉得看着白棋也还可以但是如果就是再守格一下，那就是说白棋可能又要那个掉点了，对，要亏了要亏了，就是等于这个样子，这样子这样的话黑棋拿掉两个三个，白棋拿掉三个然后这样子是个这样的棋白棋五有角加拆二，那么在你开局五有角加拆二是不是肯定还是速度慢了一些对吧，这个正常还是速度慢了一些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交换，我靠一个你退我搬你挡住，这几个交换应该说黑棋应该没有不满感觉上因为白棋还是挺重复的你要说黑棋很便宜嘛，大概它也不会很便宜，但是黑棋肯定作为黑方来说肯定不会亏。然后呢这儿
这两个交换便宜，这个肯定便宜，非常明显，黑棋大得啊，是，然后搬一个挡住啊，这两个交换黑棋毋庸置疑肯定便宜了，嗯，那么接下来呢，就等于我铺了一下，让你这多了个子，但你这个子说实话，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用处，对，啊，几乎没什么用处，对，啊，那么就看白棋当初看上去很舒服的一个棋形，被黑棋就这样简单的走几下，你发现你就亏了。嗯，是，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手勾完了之后，哎，发现确实这个本来亏了、就不大了，突然就发现不大了，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减脂的能力，就这棋下特别的清楚，对，就是这十地我就让白全部围上啊，就全部给你走扎实了，然后最后判断下来的话这个效率并不是很高。对对对，就是说之前我们在我们下棋的时候觉得，哎，这样下很好，白棋肯定看着很舒服。然后通过他这走完以后，当时自己下棋的时候没这个感觉。对。就算走成这样可能也觉得白棋也还可以。对。就没觉得说白棋不好，但后来他说不好，那为啥不好呀，然后一手勾不好。而且之前下棋的时候就感觉黑棋这么下还不太肯。对，还不太肯。因为黑棋如果将来这有子吧，还想着能顶出来，对，或者这边顶个三三什么的。对，没错。其实不需要再去里边过多的纠缠了。是。是。就很清楚。很清楚。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不加你的话呢，你压住我关系不大，对，将来就是我就算征子一直不利，我就一直不利，我就算就将来我就点个角也行，或者就是你像我被你唬住我都没什么关系的话，那么这里其实也就还好，是啊，但是这有个子不一样，这个子如果说征子不利被唬死，那这个子离白的后势太近了，嗯，那么就差点意思了，黑棋啊，就差点意思了，这边白棋有一个逼住，现在黑棋逼住这个啊，那白棋走我的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搬完之后，小尖脱了力，确实是比较好的一步棋啊。那就是在这个棋形，又要说到关于 AI 的问题。嗯，在 AI 出来之前，这步小尖是我超级喜欢下的，就是当时他没我，就是他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我没怎么看，就是我这个人就比较拧，就是反正就算到就相信自己，对对对，就算现在吧，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服他啊，但是呢就是我就比较，我就是想这样下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样下舒服，虎了一粒，很舒服，感觉这棋形，对啊，感觉这个棋又有实地是吧，又把黑棋这个压缩了，然后这个还下得很厚，后来呢发现他就是推，他就不是就不推荐这个尖，我就下这个尖，就特别有意思那所以验证结果但是呢后来对别人一走之后就发现好像有点难受了，主要这个点难受，对，主要是这个难受，我如果尖出来呢他再一小尖这个然后我可能是这个让他贴回来主要是后来发现这个走一下之后并不影响黑棋，这黑棋这将来他这个地方将来一虎局部他基本上就活了，这个局部就这底下呀，基本上你得杀他，你可能是并这个然后他这个棋他利用脚步的这个手段，他爬了一虎这个，他利用这个他可以活在这儿，就是他局部黑棋其实是活了，就是这一下对黑棋的棋形的破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么其实后来想想我这虎一个就是看着舒服，这白棋虎一个因为他实战他脱了力的话呀，这块棋其实他已经安定了，那么多这个虎没什么用，反而让黑棋活了，那黑棋以后还下这个选点会有什么样的，对，如果说黑棋还走这儿，对，变化，那么白棋呢他就不虎这个了，他就往向冲了，就贴这个他就保留这个加的这个手段黑棋如果退的话白棋就给你可能就给你冲断了，冲断了给你冲断了那我这个黑棋还是有点怕的因为这底下有加，对，正常来说可能黑棋是冲完只能跳或者就是这种轻一点退一点那么白棋就如果黑棋可能是需要这种弃子弃了不要了，对，他可能要不了就是走打了顶一个然后白的拐吃然后黑的就脱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定型
他就不唬这一下子。啊，后来我就发现，啊，他其实还是有道理的。那王老师现在下棋还唬吗？啊，现在不，现在下棋我也不尖了。现在下棋我也不尖了啊。我这棋要下的话呢，我也是单脱了力啊。因为这个棋原来我是觉得被黑棋一长呢，觉得白棋这个棋形没有那么好，感觉有点薄。但是，他主要黑 AI 他觉得是有一点，点完之后他一小尖之后呢，这个棋形黑的效率其实不高。黑的这吃这个子都吃得很难受，如果你吃我的话我会尖，你要不吃我将来我再顶回来的时候黑棋的棋形就有点难受了，对，没活，就有点难受了。所以现在我下棋呢我也就脱了力了。就是我觉得王老师有一点特别好，不会盲目的学习啊。对，是我肯定不会盲目的学习，他厉害，但是还是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判断，对对对，自己的分析，最终得出的他确实厉害，我们就跟着学。是这个意思啊。就像现在我现在在这里讲棋一样，其实朋友们见到就是看到我讲完以后，就是你自己也要去下去试，对吧？你试完以后，哎，如果好就行，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去，我就说的就一定对，也不是，是对吧？我也会经常也会说错的啊，但只是说我只是发表了我的这个看法观点，还是要自己多去尝试。实战的话，实战是黑棋搬白棋立。这个小尖很稳啊，这个小尖是在这里的吗？就之后的后续？正常好像还是尖冲在这个。我想起了棋逢难处小尖尖。这个小尖确实很稳，非常符合童老的一个风格吧？我觉得，童老的棋就是慢慢来，他给你慢慢来，下得特别稳健。对，他的棋下得非常稳，好稳啊，就是一个双刃剑吧。就是童老经常他的棋稳着稳着就输了啊，就是效率不够，实力不够了，对，就是棋的话效率上有点不够然后就输了。但有的时候他稳着稳着呢他就赢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双刃剑，是就看他当前这盘棋发挥的怎么样，对吧？跟对手之间的风格相互之间的制衡的关系是的。煎这个，这白棋挺舒服的呀，这个白棋感觉飞过来还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一步棋。煎完之后跳起来，他还是会在这里的这个棋，这个棋就是现在这步棋很少看到，就是说你走这儿或者是小飞呢，黑棋就很愿意飞一下这个了，这样和你尖做交换以后，他再把你吃掉，如果你在这儿呢，他可能会不肯做这个交换的，那白棋的这个子的效率显然要明显要高，围得更大，对，直观就能看出来，他这个步子明显迈得更大，所以现在这个棋就很少见了。一般来说，好像我们更常见的还是白棋这个二尖跳，要黑棋逼住，就黑棋现在你二尖跳的话呢，他也不肯吃，吃将来被盯了也难受，你又不肯飞掉，那么黑棋他就妥协了，就是相互的一个限制。然后白棋是靠靠压。搬退。对。这个肯靠压呢也是有原因的吧，就是黑棋如果这个子在这儿就不肯走了。就不肯走了。就是黑棋如果搬了街上以后，那么黑棋脚上的效率就太高了，就没有棋了。他肯靠压也是因为你在这儿。那么你就算粘上以后呢，我将来这里脚上一拖，对吧？你如果退，那么我一搬虎，局部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进吃我啊，肯定就要形成打劫了。你这要跳了，这我冲完这断出来，你恐怕就要凉凉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搬，那么我就断，就是说无论黑棋这里怎么应对吧，被白棋三三一拖呢，脚上总会有一些棋，总会有一些棋所以说这也是白棋他肯靠退的一个原因，就没有那么损失地。对，如果说是在这儿的话，靠退这黑棋这一看全是木，这个白棋就不肯了，白棋就不肯这样下了，黑棋是长时间长起来，长起来不怕断吗？断的话可能他现在会打了虎，他这个不行啊，这个棋这要是被白的吃了，这个棋不行，因为这个吃了不仅目数大，而且白的就活了，这个肯定不行，可能现在断的话白棋会打，如果长的话虎这个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呢，他就这样尖一个，就是
白棋没有气，白棋没有气对啊，对，现在断的话，他可能应该是打这个。长的时候，白棋跳了一个，白棋跳啊，他跳到这儿的意图呢，也是刚才的这个变化图，就是大家虽然他白棋没有下，但是它其实已经形成，就是如果说白棋想断的话，那么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它跳在这儿，你如果冲断，那这地方显然就气就是紧的。虽然它还没有下，但这已经是这样了。如果说白棋断就了，看成了那就看成这样，但是它没下啊，所以说它跳在这儿对，跳，哇，这步棋很有气势，啊，大飞飞到这儿来了。这个棋是一个借力的一个下法啊，就是它比单这正常肯定单跳出来啊，单跳出来，但是可能现在要遭到白棋一点，那么你粘，然后白棋这一盯，就突然感觉就是白棋的这个效率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跳就慢了啊，就慢了。那么他走在这儿的意图是什么呢？他希望白棋能冲冲断，挡，你断，那么我就长。啊，我虽然付出了这边的实力，但是我通过弃子威胁到你这个，那么黑棋肯定是满意的。这白相当于中计了，是吧？就是黑棋的意想图就是这样，对对对，因为第一感觉这步调迈这么大，这个棋形是有问题的，特别想冲断。对，对，第一感就是，其实我们可能下棋很容易讲，就是你这棋走这儿，我还不把你冲如断果了我下，我都有可能冲上去。啊。但是就是突然发现冲断完了，还其实不得对，啊，要其实冷不静得，一点啊，有可能是陷阱。那白棋那就断了一个，断了一个，哦，单断，这个断其实就是反正总断是，完尖，黑就单空提掉，这童老非常非常厚啊，下的，提，然后白棋翻过。就是感觉白棋还是挺舒服的，第一感白棋还是挺舒服的。虽然说这被提了一个，虽然说被提了一个，但是还是因为你这个子儿感觉有点近啊，要没这个子儿就好了。但是这有个子儿的话，就好像黑棋的效率没有那么高，白棋能这样扳过的话，挺舒服感的觉还挺舒服的。然后黑棋是挡。白棋立一个啊，这地方被挡下来其实也没什么，因为这里黑棋头比较低。啊，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啊。白棋这个角的，我感觉这样白棋还可以，我感觉白棋还可以。黑棋冲，冲这，冲一个是什么意思？要冲断这个子吗？也不是吧？如果白的真的挡，我觉得黑的也不会断吧。哦，也不会断。黑棋会断这个吗？断这个，我觉得黑白棋我就简简单单的，就简简单单的。我就给你一路不知道是向哪儿，反正就是一路给你推出来，然后这边再给你靠过来，感觉上黑棋也没走到啥，这一大排这一大排也没什么用，也没是什么吧？用，对，然后这将来我如果下去的话，把你这三个如果给你吞了，好像我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其实又可以守格子，就是你拿到两个，那么白棋拿到两个。这个角围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对，那对，点的三都没有了。对，我估计啊，白的挡啊，黑棋也不见得会断，他可能就是冲一下，他冲一下，为什么他冲一下不亏啊？因为他这是提子，那么我这仅自己一气啊，往往这种冲会仅自己一气，冲了如果你不断，你可能亏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提掉了，仅自己气也没什么关系，那么将来他可能有可能他是从这边过来的。啊，有可能从这边就过是来，先试一下对方的应手，以后再冲，白棋不对，一定挡，不一定挡，可能会跳或者是走其他的。对，有可能白棋将来有可能会跳，不好说，因为你要走这儿，将来再冲的话，人家肯定不见得会挡，对，啊，这个棋就是这个意思啊，冲一下，那冲的时候白棋没走，没走，这没谈拢，白棋脚上靠脚，没走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下法，这也是比较符合老米的一个棋风。他的棋风的确是非常的灵活，就是很舒展。当然，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过于舒展了，然后呢就滋儿，这太舒展了是吗？太舒步展调了，迈太开了。对对对，如果真的就是米停九段，如果说真的是被他下到他的路子上，就他那种那一套就是很飘逸的那个棋风的话，
经常会下到就一盘名局，就直接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就你被拿下。嗯嗯。但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可能，嗯，太开了，玩太开了。所以每个棋手都有自己的风格哈。对对。而且这个风格就看临场发挥的怎么样。嗯。他既是可以让你赢棋的这个风格，但是同时呢，可能也双刃剑哈。对。哦，这个确实，童老确实是憨厚老实。嗯、这期要我感觉黑棋我这可能会走在这儿，跳一个是全吃吗？对，啊、哦，全吃掉、嗯。那这白棋靠一个，靠我就跟着你搬，我接住，粘住，我就接住。这能火吗？真有这个，因为我这毕竟还是提了一个，你不能太不把我这个地方、嗯、当回事儿。对。靠出去，靠出去，靠出去，靠出去。那这棋白棋如果活的话，那黑棋，不就没有空了吗？但你要死了呢？关键是，不是这个，这不太舍得走这个，坚出去。其实呢，作为黑棋来说呀，嗯，他压力也不见得特别大。嗯、他攻完之后，如果这个子还能给你吃回来的话，嗯、我是其实等于白攻了你一段。嗯嗯 嗯, 嗯。其实我压力没有想象中，也还好，是吧？也还好，对。我感觉就是这样，其实是有可能可以的。我感觉哈，嗯啊，就这棋有点不肯在这儿啊，有点不肯在这儿，因为在这儿的话，我们看这棋白的将来一挡，其实局部已经要活了，直接单挡。对，你这棋你要吃我，那我打吃先手，局部已经活了，对吧？你要走的，你吃我可能最好走在这儿。嗯。那我虎，然后你长，就是然后长，你看你再补外边，就是这样的话，你刚好可以吃掉我。但是就是说味道反正是非常差，把你煎过，就是强杀，啊，但是味道已经很差了，就这个时候，嗯，啊，所以说搬在这儿有点感觉被白棋便宜的感觉。实战是白棋连搬，嗯，打完粘上，嗯，没粘啊，没粘，嗯、哦，单靠。靠一下，靠这个，因为它粘的话，白黑棋它不是拐在这儿吃，它走在这外边，而脚上已经不活了，没活，没活，啊、没活，没活、嗯，那怎么办呢？那先靠一个，先靠，嗯，如果你搬的话呢，它就断，那它在这利用的这个味道，在这地方便宜一些，就白棋认为它就已经可以接受了，嗯、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脚上吃棋、嗯对，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想再狠一点、嗯、就利用脚上的味道、嗯、在这一带获得一些便宜就可以。是的，黑棋实战是单挖，挖上来，那黑棋既然这么强硬，白脚上就可以动出了，白的粘，粘上黑棋长，然后白棋是挡啊，这个次序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嗯、如果说白棋当时先粘再挡，那么黑棋那我肯定把你吃了，你要再靠的话，那我就搬。你这我都藏在这儿了，你也没得借用，是吧？啊，那先我实战呢，他等于他先靠。如果你搬的话呢，他没损这一下，他这有先手，那他断你的时候你就不好动，对吧？然后实战等于呢，黑棋反击，当黑棋反击的时候呢，他再回来，嗯，他回来，然后你走，然后在我脚上，他再挡，啊，如果说你这时候你如果还是跳杀我的话，啊，对不起，你这个地方你恐怕。就要被我秀了，但是具体怎么秀我也搞不清。靠一个，我是不是就算飞一个都可以？啊、哦，飞一个，我就是啊、我觉得怎么走，反正你这脚上肯定都吃不掉了。嗯，飞眼见这边有断，这边然后这边要吃啊，两边只要占一头就行，占、嗯、一头就行、嗯。是，所以这白棋次序下特好，对，下特好，就是这就是老米。这就是老米、啊、灵活，灵活，嗯、啊，灵活，非常灵活，飘逸，嗯。那挡的时候，黑棋长出来了。嗯啊，黑棋长，白棋把脚活了。啊，把脚活了，这脚活挺大的。这脚是实力相当大。嗯。那王老师，你觉得这转换怎么样？黑的把白棋把活一个脚，黑的这传出来了。这我肯定支持白棋。支持白棋。我抓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实力，主要是，而且我觉得就童老这个地方这个扳啊，嗯，我觉得稍软，那、嗯、我觉得稍软。嗯嗯。脚活的特别大，对。然后白棋是，哇塞、哦，这还往下跳，确实狠、嗯、啊！我以为就是白棋想办法什么虎了拐做活就行了，这个
啊，还要下去，这个下去，狠，并，钉完之后跳，嗯，哇，那这白棋这两块棋看着对呀，挺危险的，这白棋不确怕实，吗？白棋再继续贴，嗯。再贴，黑棋拐吃，然后白棋是跳。这不怕吗？当然，确实黑的杀起来也是不好杀，因为嗯，你要长它，尖完这拐先手力就活了，对吧？你要杀可能只能爬着杀，那它虎呢应该是先手，那么你退，然后它小尖是先手，你嗯，挡住，跳吧，跳啊，啊，然后它这个是先手，然后呢它就活了。就是局部的话，白棋就是应该是活棋，就是这脚上是活棋，嗯，嗯。那就外边如果黑的这双先手，他就哇死了。那就是说，看看白棋他怎么处理现在这棋，嗯，黑棋实战是又跳了一个，嗯，我感觉白棋这个跳起来没什么必要，其实我感觉，就不如就把对，脚我感觉上，或者靠一靠，或这者，种走一走，糊一糊，把这个脚活了，他感觉挺好的。这个活了，因为这毕竟白活一个脚啊，还是很大。嗯，特别狠，就是他这种棋，就是他就特别狠，嗯，他就这样的啊，棋就棋风。子棋风，对，然后刺这个，啊，刺完是要虎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手顺，就是说，如果你本来你就想虎，想好了要虎，那么刺一下，先刺一下，如果你先虎的话，别人刺一下，你再也刺不到这个了，对吧？你如果先刺，那么。显而易见是在送死，嗯，但如果白黑棋挡，那么我估计白棋就会把这个拐了，这样我通过这个刺，你这个挖断就不成立了，等于我这个虎变成了先手，啊，所以说这个次序先刺一下也非常好，啊，我们下棋的时候其实也经常是，啊，可能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就是这先送死可能大家有点做不到，但有的时候像你自己要虎的时候，你外边先刺一下之后然后再虎，那这样的话就明显便宜了，对。就等于他这个变成先手就没什么用了。对，这样白刺啊，着白一刺下着一下，啊，对方啊，相当于淤血。对，你要不补这个段，如果是刺，如果说它不粘，它贴，那么你这个段就不用补了，它相当于断不了你了。啊，这是下棋的一个非常一个关键的一个棋，嗯，然后再刺一下嘛，啊，不刺没有，这个就是刺，就是什么时候都刺都刺得着了哈。然后黑棋是贴，了，嗯，嗯，白棋小尖。啊，这已经糊掉了啊。嗯，小尖。小尖，啊，还是挡住了啊。这个棋形就第一感其实是跳，就是挡的话，就是经常大家就是随手棋，就是有可能会被这种棋。就当然现在的死活可能跟这个无关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就就是制造劫对，就啊，进有可行能被活白棋制棋，造了一个劫对，啊，所以跳的话是没有什么这个劫的可能。嗯。然后小尖。顶住，顶住，嗯，白棋搬砖。啊，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它这个地方确实白棋是活棋啊，搬砖完起一个。往上冲，挤黑棋是虎，啊，白啊，棋白活在棋上面，是冲。啊。挤住。再挤，刚好活了，里边活了，嗯，活了，怎么样呢？这样，好像黑棋也有收获吧？白棋感觉活得也挺惨，嗯，虎一个，对，虎了一个，然后白棋刺，粘上，粘上。然后继续断。哎，这是老米的棋，这是老米的棋，这是老米是啥呀？战斗力很强。对，他就这种棋，他就特别紧凑，他的棋就是下的特别紧凑，啊，就是感觉，哎，那会一直就是说是他的对手的话，会不会一直给对方的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很大的，一直是不能松懈的，下得很紧对，对对对，嗯，但是他经常也有可能紧着紧着崩了，就就把哎，自己紧，对，就对对，也是有可能 的。对，嗯，粘粘上这个，先手，然后打吃。嗯，哦，白棋这是要反杀的意思，呵呵，要杀吗？
对，因为这棋他要不杀呀，你这个劫呢，黑棋是无忧劫，你不能再补，你补我出去的话，那你这白棋在干嘛呀？你这对，这都被吃了啊，那白棋必然是要加住这个，杀黑棋，然后黑棋冲一个，冲完之后往里扑，扑，你的棋，劫找劫财一路拐，拐一个，拐着找劫财。然后白棋粘上，啊，就算了，白棋就算了。提劫，提劫，点，然后提回来，靠着找劫财，嗯，然后提劫，白棋粘上，就算了。粘上形成转换，嗯，这个转换怎么样呢？请王老师判断一下。这个我完全是不知道谁不太好判断，但是我感觉好像白棋还可以，白棋还可以。对，就是那黑棋该拿也都拿哦，这个中间没有了，这个地方其实白棋还是很有价值的，就是它中间都没了，嗯，就只是它就是通过当时打入，就是我们判断肯定要从原始的地方开始，那么他从这个打入开始呢，其实白棋你看他现在损失的不过是把这个弃掉了，但这棋是没有几目棋，然后他通过弃子呢，这得到了一排，甚至这还有一排，那么就是把你中间的潜力呢，把你这个等于限制住了，然后呢他所付出代价呢，这地方几乎没有，他付出代价是这里这个子被吃掉了啊，但这子被吃掉的同时呢，白棋他本来你打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做活，要活棋。现在的话，将来其实白棋这里目挺多的，这冲了粘上都是先手，他一二三四五六七目棋，白棋其实这里的目也得到了不少，然后他这得到了一排。我感觉整体来说应该还是感觉白棋要便宜了，因为这棋其实损失是有，但是将来加起来这还有利，就是加可能还可以再先手交换一下。那么没有想象中损失那么多，是啊，感觉他这个能加成这个样子，我肯定觉得很支持白棋。对，这个后世将来发展的这个朝向，这个价值，嗯，无法估量的。对对，这部分的也是最难判断的。嗯嗯，这样我感觉上应该是白棋好像便宜了，这个加注确实严厉啊，确实严厉。嗯，把白棋把这个挡住。嗯，黑棋挡。白棋贴啊，这就是 A B 见合挡住的时候，黑棋现在如果拐上面，白棋又拐底下了。我觉得黑棋什么还拐上面？拐上面。对，因为贴底下本身目数，因为这里的价值已经决定了这条边的价值不是很大，感觉这被冲死。刚才我还是这个，这比刚才还大。啊，对，这个效率。然后接下来黑棋断这儿。然后白棋打过去了，弃子，弃子不要了。嗯，黑棋长，白棋是继续贴。嗯，下的非常简单。嗯，看着很像小朋友下的棋，噔噔噔噔贴着走。两大牌。嗯，然后白棋飞。哦，飞，飞有点不讲道理了。嗯，黑棋冲的时候。白跳了一个，这个都没挡，这个，我感觉太凶了。这是要干什么？要吃棋啊？有这个必要吗？这个棋，这棋如果我们如果简单，我们这走一下，就是如果说把这个走掉，啊，这个棋就是全都走掉。为什么要走掉？因为我想虎这个。嗯。啊，如果当别人靠的时候，你再走就走不到了，这别人吃在这儿了，嗯，啊，所以说这个棋要先交换掉。对。那走成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判断一下，这棋白棋有必要这样下的这么的狠？这力是感觉要拼命了。对，要拼命。这我感觉白的挺好的，八十十三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九二三十。四十、四十八、五十、五十五。如果这块棋算黑棋十目棋的话，黑棋大概六十五目的样子。嗯，白在这里八，这刚才说七十五，这地方如果说就是搬一个，二十、二十、三十、三十、五十五，那
白棋现在这棋目数55，这潜力，这白棋不是明显还可以吗？黑棋还有天目。对啊，我就算这边随便就简单，就感觉走两下，感觉就行了。啊，对，刚才这里是没有点，对，这就什么都没点、啊。没点的时候白棋55，差不多55。我搬一个的话，我有55，那没搬大概50，你大概黑棋盘15，甚至算你盘20，我这个随便我以为我感觉也可以啊，这个棋。对，这里感觉有20吧，20应该有的。这个确实老米是太凶了，冲，然后白棋平跳，这棋就是笃定这棋黑棋是不敢冲出去的。这棋闭着眼，黑棋我也冲啊，这棋不冲还下什么呀？这棋，这不冲还下什么呀？如果有黑棋冲的话，那白棋肯定是要吃了呗。吃我就搬过来、啊，这吃不着，我就麻烦了。对，我这个底下先手跳应该有一只眼，跳了立先手，我这已经是一只眼了。你这上面一定能吃掉我吗？我是没把握。我感觉要不是要我也我就没把握。搬一个，搬一个。搬我就长，这看完全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主要是白棋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感觉没有这个。白棋形势还挺好的。嗯，这确实看不清，这一杵出来，这里空荡荡。对。这黑棋难道不冲吗？没冲，没敢冲啊！没有冲，就这里搬了一个，搬完之后飞。童老还是觉得说先把这个拉出来大啊，淡定。然后白棋挡住，黑棋再点，这么下的，白棋冲，搬。那结果是这个棋。结果是黑棋把这个拉出来了，把这几个子拉出来了。啊，那现在关键是走成这样，白棋他依然不见得放过你。嗯，这怎么有？实战是像浩洋老师说的，先把这个都走掉。啊，得走掉。对，啊、先走掉，这是次序、啊。这个，咱们下棋的时候经常会忘了这个，就是这感觉虎头很舒服，是吧？咔就是一虎，然后你，然后人走这儿，然后咔就一拍，或者说是这种长啊，就是，然后走完之后发现，哦，这完了，走不着了。将来你走不着不要紧，变成人家了，将来对追悔莫及。对，这黑棋差一目、两目、三目、四目、五目，可能差了六目棋，差一个天目出去。你这不走，可能差六目，是那是没少差。是。所以这种地方对高手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千万要粘细心去吃、这下可以先不用走，这下可以先不用走，因为这边气没那么紧。对，当然真的要打吃，真的要打这个的时候，之前呢还是要打掉这一下的。虎的时候，黑棋没硬吗？白棋黑棋虎，白棋虎的时候，黑棋这立了一个。立式前手，然后又、这应该是双方都进入读秒了，就是这边又走了，应该是进入读秒了。这些立的话本身是劫财，这些没走，应该是打将，然后是脱先，这飞，中间没下，没下了，他觉得中间不大了，然后尖一下退，狗，七星的要点，下不有靠是吗？黑的团一个，团一个，这棋这难道不是应该补在这儿吗？又怕死了难道？下不要赢了，小尖，这难道会怕死？因为你要动组多的话，我这里已经是一只眼了，那外面还该我下，我这做不出一只眼难道？这为什么要团住这个呢？赢了难道这黑棋这下法？团住白棋是挖、挖的时候黑棋退，然后包老师很惊讶是吧？这你说就主要被这个被冲上还大了，不是关键是我接在这你挖不了我呀，我可以挖被打住，对我可以打住你啊，他团这个这被挖这不打死了。这样不行，这不行。嗯，这损失不惨重吗？这黑棋这太惨重了。然后走了一个，这一冲，哎，冲完之后勾。因为现在主要是黑棋的形势，它是不容乐观的。这棋还下得这么稳吗？我感觉是不是童老
阿里判断形势是不是出现了一点偏差？这对，不从这里下完之后，黑棋包括断啊，包括这里活棋，啊，都特别稳。嗯，就不是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很劣势的情况下，对 对, 对啊，的行棋的这个速度，嗯，还是觉得他觉得这棋是可下的。是，他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吗？压黑棋长，然后扳住。飞，看这个，嗯啊，目前就下到这儿，下到这儿，嗯，哦，判断一下形势，我这个必须自己得判断一下，我是觉得白棋好，对，可以判断一下，黑棋这里是十九，啊，记上十九，八，这个两块棋十目棋，那就是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九、四十、四十三、五十三、五十四、七十五目棋白黑棋大概，嗯，这里刚才是八加七十五，这一方先点不了，不点，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三，这块棋白棋现在不算的话，五十三可以黑棋七十五吗？黑棋七十五。哎，还真的是，那二十，二十盘面，二十目，二十目左右，二十目。如果黑白棋这里围出二十目的话，是白棋赢，是白棋好。黑棋还有贴目，对。现在就是看看白棋这里，如果算粘完这样靠住过来十，差不多二十目啊。如果搬过来的话，白棋稍好，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好像，嗯。应该还是黑棋，王老师，黑棋这一带是点了多少？这一带我是这样点的，就是贴搬搬退哦。啊，当然这个地方可能差一点，目数可能要薄一点，嗯，因为毕竟顶完以后啊，薄是要薄一点，嗯，因为这个贴可能还是先手，嗯，这里有断，啊，我感觉后半就是后边白棋的目数好，对，好收，对，因为我搬这儿的话就多了，这这这，对。你这一下子都七六七目都出来了。你要走的话，我也不影响我的目数。对，有很多潜在的目数。对，搬完之后的确没有想象中，没有想象多哈。嗯，小尖，小尖这个啊，小尖这个的话，黑棋可能是得硬，因为我不硬，白棋搬了贴过来以后，局部黑棋没活。嗯嗯，黑棋。黑棋就拐吃一个吧。这黑棋补完之后，这里边搬进去里边做死活题了。搬进去是啥？搬进去，可能不是净活，应该不是净活。不是净活。嗯，应该不是净活。白棋这有一个搬可能。哎，这棋还真的是挺细的，这棋挺细的。嗯，因为如果不如果就是明显不够的话，我估计童老不会下的这么稳健啊。嗯。嗯。处处的退让，嗯，还是挺细的。现在对，虽然童老棋风很稳，但是在这种如果是关键胜负处的话，对吧，也不会下这么稳哈。贴这个确实应该要搬这个了，我感觉。这脚上是啥呀？这脚是啥？这脚上如果挡住，肯定是打劫了。挡就冲完一夹，夹挡住肯定打劫。如果猴的话，那我夹应该也是打劫啊。猴我搬完点你虎哦不对里边说加一个这加啊，哦，加白的就是不知道搬这个是不是先手，搬这个是不是先手，搬这个如果是后手的话，他可以先断，有没有可能他先断你两个，你可能想吃的还不容易，他就先跑一个是吧。嗯，你现在如果你这样过来的话，你如果这样你这样过来，那么我白棋可能这个是先手吧，对吧，那我这个打先手，嗯，然后你得提一个，然后我再搬你走，我再搬你走这个，然后这样的话我这么气这么长，你黑棋自己反而可能进去了，是啊。嗯，可能现在暂时杀白棋是杀不掉，但黑棋有可能这个将成为先手，也许。嗯，黑棋实战这边补了一个小尖啊，尖一个补啊，小尖。
很稳。那今天的时候，白棋如果一路搬，有个先手将是活的吧？一路搬有了的话，将士是活棋。那搬一个是应该是先手吗？搬的话，可能胚子先搬你。那我这滚包一下先。滚包不见得不便宜，不见得便宜，你可能猴，再爽一下不因便宜。为对，因为我铺完你这个点，小尖，双先手活，双活，先先手手双双活，活。黑棋也挺舒服的。先手双活。嗯，黑白棋是不是立一个算了？立一个墙上应该就都是木了，嗯，然后就保留一个点，保是留一吧？个点，嗯。但这棋的确没有想象中，就是，真这个，很细，它这个棋还是。白棋粘，然后，那这黑棋直接发动打劫，不可以吗？哦，不对，粘插手棋。他会不会怕白棋下来以后顶死这个黑棋？这外边这都这么怕，对，这黑怕得不怕？爬回去哈。也不一定。现在目前棋局是进行到了这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这盘棋全部摆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盘棋，也很遗憾没有办法全部讲解完。我们现在请浩洋老师帮我们再判断一下形势。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形势啊，目数的话应该是白棋领先，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尖和黑棋这个做了交换，这个地方的目数是刚才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角上现在没有棋，白棋又争到了这个粘，就是白棋的目数明显还是比较优势一些啊，比较优势一些。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地方存在的一个悬念，就是黑棋一搬，白棋的局部是什么情况？这个是比是较个未知，也留了一个悬念在哈。难。哎，他是不是哎，是不是可以跳这个呀？跳这个，啊，这样好像是可以活的，进活吗？看一下，好像可以跳这个。跳这个如果。你搬，搬了点吗？我就吼一个，应该是活棋，进活，好像可以跳一个。那如果我加你你加我粘搬，立的话，你粘因为上我粘面这个，粘这个，对，这样也是活的，这样也是活棋，是活棋哎，这个我好像是不是可以跳这个？这个死活棋，这个棋和那个咱们学的那个大猪嘴还不太一样，这地方受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松口气被扳点杀了，这大猪嘴经典死活棋就来对，了，是，可大以棋盘跳看不太清楚可以哈。跳这个，好对，像这是，样是进活。那如果角上这一带没有死活的问题的话，但是他也有一个先手双活的问题，就黑角棋，控没有对，了。角控没了，就是我搬你走，比如说白棋他迟迟不肯搬这个嘛，那么就是说可能他担心的就是这个。那如果说黑棋搬粘到这个，那我估计这盘棋啊，胜负应该是在两目棋之间，但还是白棋稍好。就是应该是白棋稍好一点点的一个局面啊，就是但非常非常的细，甚至有可能最终是半目胜负也说不好，这个棋我觉得非常细。因为其实该黑棋先收官，按照我们刚才的判断，白棋得把这个围上，才能跟黑棋的目数相持衡，然后对，再去收当然官。不是，我刚才判断的时候是说，如果黑棋立在这儿的话，白棋这里为20目，但如果现在因为黑棋没立的话，黑棋这里也少了一些，黑棋先收官，看破成什么样子。但这个地方黑棋也便宜了一些目数啊，现在这个棋还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应该是，是。就现在还不太好判断对，我感觉白这棋会棋稍最好后一是点，谁赢这棋，哈？那我们就先这盘先讲到这里，我们一直持续关注这盘棋的进程。好的，好的，没我错，们一会儿为您可带以，来另外一盘棋的讲解，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天元围棋。